主料，虾米2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料酒一勺，姜、蒜、葱、酱油一勺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好小虾米，虾米用清水淘洗干净，洗好的虾米控干水分，烤盘铺锡纸，摆下虾米，烤箱预热，放入烤盘，设置175度，上下火20分钟，中间取出翻动一下，继续入烤箱烤干。锅热油，放姜蒜和红辣椒炒香，加入虾米，加点料酒，加点酱油，加入香葱，加点盐调味炒匀。装盘，烹饪技巧一：虾米先炒干或烤干水分再吃，会比较香一点。二：加点辣椒开香辣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